什么要办这个千亿小学堂？啊，因为有小朋友这个单元，他一直没办法把它写对，对不对？应该说很简单，但是为什么会写错？哦，因为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大的数字，对不对？那我先来讲解一下这个规则怎么玩。哦，看到前面这个数定位吧，20、100、100,000、100,000、100,000到1,000,000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看到右边这边有数字？有没有0到9的数字在这边 ？OK， 那我要做事情很简单。等一下，老师会出题，会说有几个千亿，有几个万，有几个什么？那到最后是把它数字摆上去。那老师没有那么快，不会出很多数字，不会让你这几个数字，我不要它重复的，我不要它重复的。第一关要把它写出来，第二关你要把它读出来。这游戏会越来越好玩，为什么？这个五是可以调整，可以变4分钟，可以变3分钟，这变几分钟？1分钟。我们来终极挑战，看你1分钟有没有办法完成。准备好了。